大家好，这视频分享是扑克牌简单戏法。首先这里有三组扑克牌，每组三张，同样的点数。这三组经过分散了还可以回来吗？接下来先把它们分散。同样三组，再集合，再分散。离离合合，隔离，再隔离，隔离，再隔离。这时我们分成两组，也是最关键的两组。集合了，开始数算，四天放一个，有只戏要留意哦。五天再放一个，从右边开始排放，七天再放一个，又从左边开始计算，四天、五天、七天，第四天、第五天，第七天。剩下三个人也是从左边放，同样点数又再重逢。